华为 Mate 50，那么作为华为 Mate 系列阔别两年之后的回归之作，那么网上关于它的讨论度是非常的高。所以呢，为了迎合流量啊，不对，为了做点内容啊，我们是把它当做主力机使用了一段时间。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啊，我们就抛去它 Mate 系列的光环，单从功能体验上来聊一聊它给我带来的一些主观感受。那么首先呢， Mate 系列的光环可以抛，但是 Mate 系列的外观必须得以传承。所以呢，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Mate 50的外观。那标志性的中轴线对称设计啊，结合上圆形的镜头模组，它有着超强的产品辨识度。5米开外，你拿着其他手机打电话，我真的不敢立刻说分辨出它是哪款手机，但是呢， Mate 可以。就辨识度这一块啊， Mate 系列还是大哥。很多人说啊，相比超大杯，那么更喜欢 Mate 50正面的颜值。如果你是直屏党的话，那确实如此。 Mate 50的的确确是一款直屏旗舰，这个屏幕的边框几乎是做到了四边等宽，而且呢，金属中框和屏幕交接的地方啊，没有这个凸起的塑料包边，所以呢，正面看起来是非常的简约纯粹。并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它贴膜带壳都是比较方便。这台黑金配色好看，但是呢，确实也是比较容易沾指纹，有强迫症的同学建议选择树皮版本。那么外观呢，我们就聊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我使用这台手机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且仍我有的几个亮点功能。那么首先是 Mate 50系列这次带来的应急模式。当手机电量仅剩1%的时候啊，如果你此刻在地铁站或者是等一个重要的电话，那么搁以前我可能就着急忙慌的四处去找充电宝了，因为这1%的电啊，指不定多久就会直接耗尽关机。那么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你刚走到共享充电宝旁边，准备拿起手机去扫码啊，啪的一下关机了。应急模式顾名思义啊，就是在电量即将耗尽的时候，那么通过 HarmonyOS 3.0 的软件算法加上聚能棒技术啊，把手机未用的残余电量啊聚合在一起。那么应急模式下可以实现待机3小时，或者是通话12分钟，或者是扫码4次，又或者是亮码10次等应急的操作。那么上周末我们外出拍摄啊，出门前忘记给它充电了，然后呢用这台手机拍样张回信息，最后啊真的是触发了这个应急模式，所以呢我干脆就测了一下它的这个应急模式的使用达成率。实测在应急模式下，我们打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然后呢走到超市里买了一些东西，最后还扫码借了个充电宝啊，这种操作是毫无压力。所以呢在特殊场景下，这项功能确实可以给你带来比较强的安全感。那么这台手机上同样可以给你带来安全感的还有北斗卫星通讯。虽然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项功能的使用频率不会很高，但是呢，你想，如果真的有一天你来到了一个信号无法覆盖的地方，那么此时啊，这项功能就是和外界联系的救命稻草。那么这项功能在手机里出现的位置啊，很不显眼，但是呢，在使用中一旦发挥作用啊，那就是人无我有的巨大差异。那么说到安全感 ，Mate 50系列搭载的 HarmonyOS 3.0 还有一项功能值得拿出来聊一聊，就是 AI 隐私。那么在生活或工作中，大家应该都经常截图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日常，对吧？而这种截图分享一不小心就会暴露隐私。所以呢，传统的做法是先截图，然后呢再手动打码。那这种方式啊，首先是不美观啊，其次呢是万一你打漏了一个点，那可能就比较尴尬了。而在 Mate 50上啊，当系统检测到你要去截聊天软件的屏幕的时候，那么就会自动的弹出隐私打码的功能，然后呢自动对图片中的名字啊、头像等关键信息进行模糊处理。那么这项功能在我最近一段时间的使用过程中，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码得严，够美观，同时呢还效率高。那么既然说到了效率啊，就不得不聊到这项功能啊，智慧扫码。智慧扫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愿称它为 Mate 50系列身上最好用的功能之一。在装备状态下，把相机对准二维码，那么屏幕上就会弹出检测到的二维码，点击就可以跳转。微信的码就会跳转到微信，那么支付宝的码就会跳转到支付宝，一步直达，无需先进软件再找扫码的按钮，那么效率是非常的高。就比如说我经常去的那家早餐店啊，不知道咋回事啊，用微信扫经常去扫到这个支付宝的二维码，用支付宝呢又时不时的会扫到微信的收款码，而使用 Mate 50啊，扫码就可以对号入座啊，付钱的速度遥遥领先。不过呢，这项功能实际使用下来也会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如果你习惯了这项功能之后，你再去用其他手机，当你付款的时候，别人可能会疑惑这个人是不是不太想付款，手机停在这里也不动，就在这里干等着。同样遥遥领先的还有超级中转站。相册里刚拍的照片，选出来自己喜欢的几张啊，拖到中转站中，你就可以来到微信里啊，直接一键发送给好友，或者也可以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一张张选择拖动下来，准备好的文本也可以直接拖进来。那么对比直接从微信入口里去找图啊，效率更高，还不容易发错。文本、文档、图片多种格式的文件啊，都可以通过超级中转站啊暂存下来，然后呢在需要的界面下将其拖动出来直接使用。另外 Mate 50系列上还首次带来了超空间压缩的功能，简而言之呢，这就是一个可以合理分配手机存储空间的系统级工具。那么在不影响实际使用体验的前提下，那么把手机的重复文件压缩成一份，提高内存的使用率，或者是把不常用的这个 APP 进行压缩啊，以得到更大的内存空间。那么这项功能我们之前有给大家去做过详细的解读，那么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跳转观看。那么在我体验的这段时间中，还有一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是 Mate 系列这一次上的十档机械可变式光圈。那么关于十档可变光圈，可能大家都已经听得比较多了，今天我们主要聊一聊可变光圈具体可以落在哪些使用场景上。首先 Mate 50的光圈可以在专业模式下实现 F1.4 到 F4.0 之间的调节，比如说你想拍摄物体的局部细节，那么就可以手动拉到 F1.4 以得到一张非常漂亮的虚化照片。而如果你想要得到前后景都是清晰的照片，那么就可以把光圈值给缩小，比如说这组树干的样子啊，在相同距离相同光线几乎同一时间下不同光圈拍摄的三组样张，那么层次感就有着明显的区别。顺应着光圈值的变化，那么背景也是逐渐变得清晰。所以在相同的拍摄距离下， Mate 50除了可以得到其他手机固定光圈实现的虚化效果，那么在拍摄距离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那么通过缩小光圈还能得到其他手机实现不了的背景也清晰的效果。那么这就是可变光圈带来的更多拍摄可玩性。那么这种小光圈模式呢，就比较适合用来拍摄一些人像的合影或者是文档信息比较强调这个整体画面清晰度的照片。除了在专业模式下的手动调节光圈之外，那么在光线充足的场景下，这台手机基本是以 F2.0 来正常的工作的。而当来到夜间场景下，它则会自动开启到F1.4 光圈，以获得更大的进光量，让夜间的成像照片在亮度上更有优势。那么这其中的过程啊，对于用户来说基本就是零感知了，只要来到暗光场景下，光圈就会自动开到最大。那么一段时间体验下来，我觉得可变光圈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像是华为计算摄影之路的一个物理外挂，那么可玩性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 Mate 50系列对外打的标签是充满黑科技的年度旗舰。一段时间体验下来，我觉得这个标签还可以加上好用两个字。在它身上的这些所谓黑科技啊，并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制造卖点，而是接地气，能在日常使用中切身感受到的体验个性。所以这台 Mate 50在我看来啊，它是一款有想法、有创新、好用的年度黑科技旗舰。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极客村长，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